上去经典借位敲烂一次给你看过瘾。那过去吧。偶像剧怎么才好看？老大演给你看。先生，我来了！哎，你慢跑有没有？快跑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就要不一样，要黑人风格。到底老大会使出什么菊花呢？妹妹，我昨天发现一个大八卦哦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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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昨天呢，在东区竟然遇到了 Apple 哎！Apple，Apple，Apple！点，重点是我遇到他旁边还有一个男生。谁的八卦啊？谁吧？哇，要不然要自己解释一下。说说，您说说。没有啦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那是因为昨天我正好在出那个黑社会外景。哦。等一下，在出外景的同时呢，就是探班。小香，真假的？探班。哦。我觉得小香是不是有企图啊？常常。因为他现在已经不用来黑社会了嘛，对。然后他就常常出现在我们摄影棚，要讲，你是怎么样？昨天是来探班，但不是探我的班，是探睫毛姐姐的班。又要把罪推到工作人员身上。闲晃，然后他就正好打给睫毛姐姐，睫毛姐姐就说他正在出外景，于是他就过来了，然后没想到正好我也在主持。不过要小心哦，你们两个走在一起被妹妹看到不大好。哦，还蛮解释的。不过不谈了，小香子还蛮疼妹妹的，也希望她主持功力可以就是更好。对哈，她现在有点串位的感觉是。你有生气的意思？我还好，因为我要去代班，到时候我在节目上算账。好的，今天要探讨一个问题是偶像剧呢为什么可以这么红？你们都拍过偶像剧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。最近拍的怎么样？《黑糖群侠传》已经杀青了，耶！是有点心虚的喊叫吧？还要高八度？广受好评啊，对不对？收视率也是不错，不错。你也是有。常参与偶像剧吗？这是客串，黑糖有客串最后那个最后一场。对，因为重点来了，因为妹妹现在很多机会啊，会不只是在我们 STAR 体系下拍偶像剧，对，现在也有拍电影啊，然后也有别人征召啦，我们去拍其他的一个戏剧。今天就算是黑社会之光了，是，真的。最近要期待的一部片。MIT 要上演，欢迎今天来宾炎亚纶、鬼鬼还有小鬼。上山加尖叫！哦，这部戏是众所瞩目的，蛮多人一起演的，很多很多人掺杂在里面，还有你的，还有你的。不要多提他，我们老师是你的鼎鼎，因为他拍的时候我常去看，他们在拍的时候是蛮阴森的。哦，对啊，对，那里真的还蛮阴森的，很恐怖。对啊，回家不只是我们的剧情恐怖，那个场景真的还蛮恐怖。对，因为他们是在那个松山烟厂拍的，然后去的时候上戏之前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喷防蚊。拜拜，真的。拜拜，喷防蚊液也要喷一下，因为这是很多蚊子。你们这个听说是走比较悬疑的哦，对啊，跟时下的一个偶像剧是不一样，有点悬疑版的名侦探柯南的 feel。对，他就是饰演名侦探柯南，对，所以就类似那样子，推理推理的感觉。那鬼鬼演的是什么？我演的是阿演，捣乱的，捣乱的，不用演啊。
壁雕，你演捣乱的话，那就不用演了。我是演就是捣乱之中，可是却是最真实的答案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好深奥，好深奥哦。今天妹妹有问问题，先问好不好？来，妹妹先来。我想要问小鬼老师。哎，听说啊，就是你在拍片现场有非常多的女艺人呢会去探你的班。哦，谁？没有看过谁吗？我可以讲吗？当然讲啦，讲，这边还保留的、啊。哎、欸，问他经纪人可以讲吗？可以讲，我讲喽。讲啊，没关系。陈俊飞，来探班了，你说大白鲨？篮球火的女主角啊，周采芹。我师妹啊，直系师妹，她是我少在那边直系，直系的。黄的经纪人，你直系的，还有以前一个歌手，嗯，丁文琪，哦，丁文琪好朋友，还有一些 model， 哦，有没有来就走秀，拿着那个走秀啊？为什么 model 的朋友？没有吧？哪有 model 的朋友啊？有，就是高高漂亮漂亮那种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朋友，反正就是我简称 model。哈，对，谁？同学吧？哦，同学，同学 model。同学啦，来啦，同学啊，哪一位了？哪一位？你哪知道？华冈艺校的同学，只是长得比较高，你就觉得人家是 model。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名称可以讲他，所以我讲他是 model。很多人去探班，探班这也没什么啊。对，其他人有去探班的，其他有，哎、欸，你知不知道他探班的才厉害？吴尊，谁？吴尊啊，什么很厉害的都。会不会直接穿梁祝的来？导演还不敢看，有没有穿两种古装剑？导演说：“哎，大联盟。”我说：“老大，七月半虽然过了，哎，还是不要乱说比较好，不然老大你别玩什么东西啊！我出来了。”哎，还有嘞，还有，哎，那看你班还有谁啊？还有范范姐探班的哦，范范姐比较厉害啊。有谁？范范姐比较厉害啊，范范姐还有王力宏，谁受得了？王力宏是被我拐去，因为好吃牛排，你知道吗？我认识，我知道一家牛排馆不错。他开他松山院长说，哎、欸，这开的比较有气氛哦。气我都给拿着，我就拿着，然后我把饮料拿着，我就叫他去探班。对，他是发自内心的关心。对啊，就是范范姐的那个排场比较大一点。哇，那鬼鬼的部分，鬼鬼很寂寞啊，他没有朋友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没看过你？有啊，他有，你这样没有来，你的戏没有在。哦，好啊，你们都趁着我戏不在。我怎么知道？亏他戏份少，是不是？主角哦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很过分哦，他们都趁着我不在的时候，然后就记者媒体拍照，然后每次躲我，发了杂志哦，香港的什么杂志？我说哎、欸，他们在那边看，我说哎、欸，你们在看什么？我们在看我们拍的杂志啊，我就看，他在模仿，没有我哎，太记仇了，没有我哎，小鬼计较。哎、欸，每次都没有我，每一次哎、欸，如果哎、欸，如果我爱黑社会，每一次拍他们都没有你、啊、OK， 我 OK 啊。啊欸、我常常这样，我常常这样。黑人不是人的。